感恩卢台长，我要想问我女儿1998年的老虎。98年的老虎。啊。问身体是吧？啊，问他有没有灵性。灵性两个，把他已经弄得了稀里糊涂了。啊。脑子已经出严重问题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脑子不好。啊。像忧郁症一样了。啊，是啊。自说自话。啊。啊，经常随便嘴巴里乱讲话。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他已经不能读书了。啊，听得懂，对不对啦？对。你们家有一个像大蝙蝠一样的飞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标本，或者过去有人打猎不打猎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身上一个像大蝙蝠一样的东西，黑的，在他身上。哦，不懂。你问问他看，他经常在电脑上是不是看一个？蝙蝠侠啦，像这种玩这种游戏的有没有？他喜欢看孙悟空。啊，看孙悟空，看孙悟空是好事情啊。啊。你问他看蝙蝠吗？他跟我讲没有哦。蝙蝠。有啊，有看蝙蝠。飞的。没有。飞的 ，Batman， 哎。没有。Batman， 看见吗？没有。他黑的哦。什么？他讲黑的哦。是啊，什么叫黑的我？黑的我是什么啦？黑色的。哦，黑色的，看见了不啦？蝙蝠还有白的啦，当然黑的我。我还以为他说英外国人名字呢。小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听台长的话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记住啊，你。看见没看见菩萨呀？过去有没有看到菩萨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看见没看见一个脸很凶的人呢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做梦看见过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好，晚上突然之间醒过来，有一个人站在你边上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他在瞎讲呢。因为前天晚上来的。啊，你起来用卫生间的时候，明白吗？哦。他经常，我问你，他妈就知道了。我问你啊，他经常晚上说起来小便很怕。啊，他晚上不要起来的。看见了不啦？他不怕，为什么把你叫起来啊？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脑子现在人家对他有严重问题了。而且他有一个灵性藏在你们家的橱柜里边，你们家有一个橱柜经常不开的，是哪个橱柜啊？讲给我听啊。储藏室里有一个关门双个两个门的橱柜有吗？楼上啊。啊。楼上没有人，没有人上去的哦。没人上去的。没有。好哟，有没有一个橱啊？有。两个门关起来的。啊。上面还古色古香的。啊。嗯。朱古力色的。你把门开开看看看，他谁来啊？跑出来了，嗯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啊，讲要讲，要讲，像刚才那个人一样，把他请走，啊，这么容易啊？啊，要多少张小房子？49张。49张。啊，是家里的人还是那个灵性啊？哦，是一个家里的人，过世的人。过世的。嗯，一个老伯伯，嗯，是你们家族里边有个过世的亡人。啊。嗯，脾气很大的，死掉的一个亡人呐、啊嗯。啊。头发比较少，死的时候那个脸蛮大的，肿的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哎，知道是谁就好了。要不要晚上叫他来看看你啊？啊，不要。嗯。你要不听话的话，我一般不怎么做的，除非他说好，你叫他来看我。过去有一个人就是的，那个老山东啊，他说你叫他来看我，后来晚上我就叫他，他要求的你去看他，结果第二天一早打电话，
打到东方电台告诉，哎呦，我相信了，相信了。昨天晚上他说我家里的谁谁谁掐住我脖子，你看看看，这个就叫鬼压身呀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明白。啊啊，我女儿她还有她的腰，不腰是吧？嗯，左腰。她腰骨歪了。嗯，腰骨是第三节和第四节。啊。嗯，所以她经常不能左面啊。啊。她不能往左面弯下来的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啊。而且小便也不好。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小便多。啊。一个晚上很多次了。啊。嗯，眼睛看东西看不远。啊。嗯。对。对对对。啊。嗯。啊，这样要多张小房子？不是讲过了吗？四十九张。四十九张啦。啊。四十九张啦。啊。再加上八十九张啦。啊。再加上一百张啦。再加上一直要念下去啦，念到他身体好了就好了啦。啊，谢谢，师父。这个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们100%有救，小房子一念绝对好，我刚刚已经叫菩萨加持她了。师父你好。这种小事情非常小。嗯。